我们要去运动。啊？今天天气非常的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太阳好大。我们要直接走去羽球场，还是先去南雅国小？好，南雅国小感觉比较不会晒到太阳。差不多啊，没有啊，它会围起来啊。现在听说学校已经开放。对啊，哇，太阳好大。这边是蓝雅国小，有一阵子不能进去了，然后听说这阵子又开了。还有你在看什么？没事。哎，狗尾好可爱哦。听说阿优现在打羽球很厉害，阿优，你觉得我现在会赢你吗？不会的、欸，不可能。确定度是什么啦？这样是差。今天风蛮大的，如果没有在那个里面打，我们可能真的会那个。那我们要去羽球场？不用啊，如果在那个，如果在他那个上有风的话，就没得打了。打那个网球地方不会有那个、啊。对啊，有开，现在已经有开放了。你不要一直拿这个去戳地板。有啊，那边有小朋友在打羽球。哦，网球。这边很适合哎、欸，这里。啊，这样就没有网子啊。就这样子啊。我记得还有一个羽球场啊。没有啦，他没有。啊，现在有风了怎么办？那边是羽球场。现在有风了怎么办？换掉去。对啊，先打打看呐、啊。给你。我来监督你们两个。看谁比较厉害。这跟风没有关系哦。感觉阿佑那边比较顺风哎，感觉上啊，哇，有点风。嗯。
所以你刚才都没有认真哦。啊，风来了，加油！干嘛？水，一直呼吸，一直赶快，我们四三二一，就觉得一样近，这是一直不公平吗？等等，我帮你们计分好了啦，打十分，暖身结束开始喽。好，阿优，妈妈一分，因为你刚才触网了。好，重来，那球浪。这没有出界，这个还好。我们就都不能超过绿色线。对，这样。阿优，好。好，1-1。哦，这就真的出界了，2-1。妈妈，我发现地上有十块哎，我没有骗你，那边有十块。这个等一下，等一下你可以去 seven 把它投进去，捡起来以后。我觉得我穿这鞋很难打球。为什么？这双鞋真的不好穿。这个妈咪输了，2-1。2-2。哎呦，你这个有严重触网的嫌疑。那又网在网内吗？你这个根本也没过网。对啊。哦，好难记啊。有没有感觉到很滑？我先把10块捡起来了。有没有感觉到我？等一下，我们可以去超商把它投进去，先放在这里，比较不会踩到。没风了，没风了。阿优有进步了，比以前会打。哇，阿优你现在有进步呢。不行，我鞋子要掉了。你鞋子要掉了，好，换我跟他打。你要脱鞋哦。我想要有用。地板是湿的啦。地板对啊。弹到又弹回来啊！你这是要杀球吗？那要往前面才哪里？那绝对不行！快快快！好了，就拍到这里，拜拜。